哦，对，还有个沙线，沙线也不错。重连锁店还真没什么，跟兵站一块好了，刮到我没事。蹭蹭永恩的外面也挺舒服的，其实。 不补就不补，没关系。像我们在外面蹭一蹭也挺舒服的，蹭一下永恩，不需要拼死拼活。操了，这攻击力是真垃圾！你怎么这么垃圾啊，亚托克斯！我不想玩你了。这补刀也太垃圾了，我操！然后还被人家扫，各种换血。 他回去问，没回。他会加速，这英雄，他用影分身会加速，影分身两段位移 ，Q 一段大招，一段闪现一段，这英雄一共5段位移。 而且还带护盾，太要命了！懂我意思吗？英雄天生自带5段位移，如果没有闪现的话，就算他4段位移，那也挺爆的。嘿嘿，可以吗？ 天生自带4段位移，哦，狂风闪现的那就6段位移，所以能打他，我还不走？为何不走？这么自信是吧？ 太难杀了，这本书。我又捡，他是混合伤害。 我真他妈服了，我操！这都能……行，好好好，没话讲。
真难打，不是他攻速太快了，我买的是攻击力，他买的是攻速，攻击力打不过攻速，就他妈离谱，我操，真的很难打。 舒服吗？哎，我看你死不死，拉丝来了！哎，我们两个跟你拉丝，哎，来来来，跟他拉丝，快点！ 哎，我们两个塔下跟你拉丝，再拉丝来。哦，他刚刚大招是没放出来吗？我操，兹，嘿嘿嘿。我操，拉丝，牛，这还给他杀了。 打永恩别问，锯齿短臂加这个就是正确答案啊！当然不一定正确，只是说如果你本身操作比较好，你其实这两个做出来打它是比较好，因为移速 CD 就意味着你的技能更快，移动速度更高，然后这个穿甲意味着你的 QE Q2 就是你的瞬间伤害又很高。你打永恩就是你要么打疼他，要么就别打他，跟武器这种是一样，这种英雄你给他站住是一定死，你一定打不出。 哦，这中单不打野，原来如此。这永恩首轮都可以了。要是直播间的笨蛋猪已经烂了，现在已经跟我发私信啊，明宝怎么打永恩？我打不过，嗯。这个 只不过现在笨蛋猪已经开始发弹幕问题了，追过来了，一起去了，喂。 喂喂喂！没有交易，顶住，还行，跟永恩一起去了，血钻吗？但是他拿600，我好聪明的维克多居然出 CD， 30 CD。 一起去了，对啊，一起去的，一起去全输。这把还可以。刚刚有人干嘛不打我？他有大招，他为什么不打我？这里有个跳弹，来不及。我操！害人精！ 我 QEW 没中，我来抓你了，人。 我操！主播的操作，放错一个技能我就得死，对不对？别睡觉了，刷波六快点，刷波六再睡，快点刷波六再睡，搞快搞快搞快，刷波六不然下播了。哎，感谢四 TFITNES 的飞机，谢谢七宝的飞机，这么极限的，对，主播只玩极限，不残血不会玩。
满血是笨蛋，残血就变超人，超级英雄。这把我就是我队友的超级英雄。下播吧，宁愿让主播下播都不刷绿，行。 他肯定会过来收我的，他有个大招，来你过来，过来先不用我敲你，哟，哟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. 哇操！这都行啊，1168，好恶心！啊，15了，UFC，哎，这就15，哎，破败剑圣，我套还留了一层，好恶心。 我这波是尽力的在那个，而且我还把他大给夺了，这两个人上头就搞我。这怎么办？我不想输啊！我不想输，原本吃掉了。哎，下路的一血塔。 主包好极限，哎呦，主播这几个打得太极限了，剑圣不在上吧？我改了他在上，不要这么消极嘛，那么消极干什么？走喽，来手绝不认输。 什么呀？啊！好好好好好好好！我操！你妈逼！我他妈十二级开大，两级大招两件套，我操！我还多把长剑，我砍不过他一个海妖加攻速鞋，他0-6哦。 我8-2打不过0-6，英雄联盟设计师，英雄联盟设计师，这什么意思呀？不省啊，这一套不是不省，我大没好，大哥。
我大一开始没赚好，就算我没省啊，你零杠六啊，这零杠六啊。那我问你个问题，永恩两件剑魔，1500打得过不？ 打不过直接满血秒杀，对的。哎，行吧，他之前，操，这太变态了，这英雄。你就换过来啊，我十一级，他啊不对，你就换一下，我十级一剑啊加一个破鞋子，然后他12级2剑，你说这样砍，你说谁杀谁，他打我都不用，他杀我都不用大招的。要不假骸，我不假骸前面就给不了血出，出不了不假骸血。 哎呀，别那么消极嘛！你换过来，我操，这已经结碎了！我操，厄斐卢斯，这更恐怖了。这一剑半打瞎子也是一剑半，瞎子打不过他。这里怎么有个野怪会动？ 600块舒服，只能说太强了。来来来，你开大过来，你看我弄不弄死你。 哇，可惜，完全死，怎么全猫一起给他打呀？要丢大龙。Enemy triple kill， 拿了1000，怎么那么消极呢？我被抓我都没抱怨呢，这一点点劣势打不了了，我操！ 干嘛不知道？发牢骚呗。我就喜欢当英雄。 你又不玩，你还吃经济干嘛？ 你又不玩，你又吃经济，你又点投降，你干嘛呢？脾气那么大。
劝他也劝不动，他们得自己爽了才愿意玩，这很难搞的。他也没等级不好呀，他等级挺高的，13级了这家伙。他等级一点不比对面低，他13级14级，对面奥斐流斯才11级，他等级跟上单一样，他一直吃资源，但他就是不想玩的那个，他吃好多路资源，他来我这里吃完又去下路吃，吃完又去中路吃，他吃三路资源的基本上，他就算不吃他也分我们资源，但他自己不想玩，我操，真的，你们杀吗？继续啊！这个是多干嘛？哇！哎呦，真快呀！这！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！不然就要被两刀做掉了，1000块。一个亿，哎，捡灯笼过来。你又不想玩，又一直发育，发育赏金又给对面杀。我操！哎呦，太烦了！他没体验，他就要毁掉其他人的体验。太可怕了，我操！他没体验，他就要摧毁我们的体验。我操，你受得了吗？这太可怕了。灯笼，伤害差一点，450。他在试图摧毁我们所有人的体力，就剑圣200点护甲，这些坦克装备到最后果然还是被其他英雄拿来用。好热舞。这龙猫高手送的半卡，没触发魔抗，触发魔抗，我感觉我死不掉。要一路高地还可以，1000块。
封龙了，操！我他妈把他的龙给吃了。永不动摇。 他护甲的话比我还高。来了，他们来了，我们是他们的奴隶。能不能直接打呀？直接打大龙算了，是能不能打？有人三件没？ 里面有个剑圣，我看到了。这剑圣是真不想好。 伤害太痛了。Enemy triple kill， 来个银魔刀！你是刷这么多装备，你又不打团，这不浪费大家资源吗？快跑，瞎子！还有眼魔，还剩一个眼。他 AP 输出太炸了，我操，这帽子25层。 破剑者得卖，不卖。虽然在打团，但是这装备不卖。不卖，走，说了不卖。不卖，非卖品，不能卖。他现在又不点，哎，发脾气就这样。 拿毛线换，换不了。咋打团呢？他这 EA 我极限真没办法，这是我最后的波纹，还是一样拦不住。开大巡逻。<笑>
没快啊，不是整整木效果啊，我开大跑得快一点啊，我的大招没用，反正30秒就赚好了，开个大巡逻一下，哈哈哈哈哈哈，怪物巡逻，主播是侦察兵，巡逻一下，高地形势，确认没有威胁，我在这，但也不好说，我们野区可能有野。 远光灯不讲数值啊！啊，你好！他妈谁打？没办法。 视野看到个二匪流失，哎，出去他妈有个剑圣，还在那里该输，这节奏得背锅，这怎么又到我背锅了？那你要照这样讲，那下次我也点了不坚持了。